各位连线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日是2019年5月16日，礼拜四。我拄啊去参加暗时的家庭礼拜，吼、哦，啊拄啊回来，所以本来是讲今日袂讲，但是是讲一感觉讲一次啊，吼、哦。今日看到讲什么一个馆长，吼、哦，啊陈子安啊，哦，真热门嘞，讲伊的流量声量有要加百万啦，吼、哦。讲安尼无去，互伊访问，感觉讲拢袂使吼。啊，所以讲我直接毋是咧刺话啦吼。事实讲诶，即款诶刺亲诶人，讲话干交诶人，啊，直接咧社会民主社会，尤其是台湾即个算啊保守诶社会，会用串红诶，即若无串门，敢有可能诶？吼、哦，我毋是讲串门，互伊串红哦，就是伊。做甲安尼迷迷冒冒，等于做球互伊拍嘛。啊，所以讲今日昨出门哦，为着要甲人拼赌哦，声势红网红，结果竟然会互伊去什么陆军，还是讲国防部的什么极光日的内底哦，真叫畅销一个吼。即、哦、国家元首啊，拄着即种的刺青的网红。啊，搁敬畏三分安尼嘞吼，所以吼、哦，真是好事啦。我毋是咧吼讲啥物眼红网红，啊，事实上，这根本都无必要的代志咧。啊，因为是台湾善良的保守的社会，竟然容得下这种来串红，啊，搁洗脑咱的青少年啊。哦，咱是要就事论事啊，这个人好啊，歹。我的判断是安尼，是而非而已啦。像我咧评论代志啊，简单来讲，啊，敢有差什么差错？可能不一定讲百分之百拢讲对啦。啊，只是咱是用徛伫台湾甲人民的立场，有利国家的立场来评论代志。所以，即有诶代志无讲对歹是非，但是总是咱咧讲事实。啊，来对国家好的来评论。啊，我问你咧，这个馆长当初是哪串起的？就是伫卖连宵为咧骂蔡英文的政府嘛，做球哦柯文哲拍嘛，然后再个做球韩国瑜嘛。啊，所以即卖只韩国瑜这个草包去用看，伊即卖唔就甲段立康同款嘞，断尾求生，伫卖阿咧讲哦，指桑骂槐，改骂啊，伊就无责任啊。世间头遮廉价诶代志，毋对都毋对，毋对就见笑，就莫搁点仔评论啊！哦，啊，蔡英文就做啊遮歹，你搁讲男人中诶男人，但伊对中国有啥物款诶眼呢？咱来以结果论因定因上啊，看伊做着诶代志，毋好搁看伊点仔咧甲习近平点仔咧搭嘴鼓啦，点仔咧一搭一唱啦，咧演互恁看啦。会讲第四过来，你敢知？假消息哦，即个通牌媒体走去中国啊，啊无看伊咧点啊处分，结果处分正经看民事安尼尔，啊然后把三立变作伊家己的御用媒体，然后再佫介入民事，啊即卖已经田再廷前的当时荣誉董事长已经加名了，去告王明义嘛，啊王明义就是有把柄，互蔡英文。马英九拔掉的嘛，所以只有伊内底拢用通牌，尤其新闻部啊。所以你看内底嘛是有柯文哲、郭台铭、韩国瑜，啊，等到即摆只有拢无偌清楚的嘛。这咪足明显的。所以咱来看讲，这蔡英文到底去接受这个网红，到底是存着什么心啊？啊，这网红陈之汉所谓馆长，讲话敢捌一概对谈呢？甲你讲，恁爱听啊！我少年家会干交，吼、哦，恁听会爽。啊，然后讲来，袂输讲着恁的心哦。串门做个歹哦，啊，所以恁青少年失业哦，薪水无好，前途茫茫渺渺啊，歹娶某歹生囝，较无前途。所以你会怪罪串门啊！啊，即摆串门做球吼，即、哦這个馆长吧，啊，这。这个馆长去侮辱蔡英文，讲男人中的男人，
我现在开始不挺韩国瑜了，后悔支持韩国瑜。啊，这啥呢？高雄都气候伊，安尼莫讲是你造成的啦，其实是蔡英文甲陈菊造成的，互韩国瑜撑起来。但是总是你嘛是一个帮凶，敢毋是？哦，有即款的声量大的所有的这个馆长，互遮青少年吼，感觉讲一窝蜂，无等于投袂使，只啊中选会。哦，伫遐挡人咧投票，哦，等遮久诶，结果拢一个老伙仔袂堪要等诶，啊，这少年诶变做啥？那少年，参迄个草包，也毋捌一高雄大过，也毋捌替台湾做过一个好代志，啊，恁遮青少年是咧互洗脑戆样，笨死，所以爱忏悔嘛，为着你诶将来，为着国家，哦，毋好讲一时诶爽，哇，规个国家无去啊！阿摆若像新疆、香港安尼，阿摆后悔就来不及啊！啊，我毋是讲一定要选到民进党哦，因为蔡英文我甲伊讲定位，伊就是甲韩国瑜、郭台铭、柯文哲同路人嘛，同路人嘛。我昨评论遮济啊，你敢搁看无？我嘛无法度啊。所以我讲这馆长咧讲即个蔡英文即个代志哦，你爱看这人是是非非是毋是言行一致哦。啊，做毋着代志，甲你回事咧，安尼你着讲一切拢好啊。啊，你来看以前伊安怎做，做甲一寡实际个代志。哦，问题是遮啦吼。好啦，啊，今日我较晏讲吼，所以我今日要甲讲，我即几工，我咧讲台湾建国个定义吼，我讲四点，其实会用讲浓缩到三点啦。第一点着讲，啥人爱建国，吼，啊，组织一堆。即基本性需求预算，第二就是参考世界的先例，哦，成功失败的例到底是安怎？咱有什么款参考？有三大因素，一定要基本条件，一定要有的嘛。然后爱附带一寡国际环境时事、时空环境条件嘛，你毋才有可能。哦，我咧举例足济啊，吼。第三就是你要安怎做？哦，你安怎组织？啊，要用什么话题？有法度吸引呢？尤其是台湾，即个现主席，你要安怎做？你才有法度有效的部署甲未来。哦，我本来讲第四点，但即个第四点甲弄第三点就讲啊，你做事，让人民安心，甲来参加。然后你不管有成功无成功，台湾即个社会啊，袂讲安尼做一个动乱变，吼、哦。啊，我讲吼，遐拄好吼，我因为十年前一个刘崇义教授啊，吼，民族同盟的，我迄当阵去台北，吼，因为我去十年前三月，2009年三月，我去台北退休，我就走去民进党中央，蔡文无要插我，尾仔我就甲台北一寡遮的独派来开会，是杨启以前的大楼吼，刘妈妈。诶，大楼开会叫做国民会议，内底即个刘崇义总召啊，送我一本册《国民运动研究》啦吼。啊，但是歹势，我以前啊拢是讲哦，啊，真简单，无哦，迄阵阵啊想计较啦，啊，拢无去看，拢无去看着。尾啊吼，我甲看起来，我拄好即两工，我是讲，诶，我都写伫《台湾建国论》呢。我写个洋洋洒洒一大堆吼，啊，我最后尾甲浓缩做三点呢，吼，三点至四点呢，啊，我带大家来分享时阵啊，我看内底个内容啊，啊，只有甲讲个差不多，这就是刘崇义伊签名嘛，吼，2009年12月26日，吼，国松兄，这刘崇义嘛。共同打拼为台湾建国，你看，啊，伊写的这本册伊写，甲李鸿章写的，迄当阵2006年写的，啊、哦，所以啊，木山兄，啊、哦，你还看到这個，啊，我讲内底我嘛甲，我倒即两天，安尼甲现场甲看吼、哦，我有做一寡记号，我讲只有甲我讲的迄三点吼、哦，很类似的，我大概甲伊内底的简历吼，就讲吼，你爱。定义，哦，啊，所以教育观，
你唔好讲哦，你要革命有迄因素，有迄原因嘛？我讲迄三种主要原因嘛，民心思变嘛，啊无就殖民啦，有暴动啦，有腐败暴政啦，啊有讲内部的分裂啦，啊是讲军事的挫败哦，啊是讲有殖民哦，咱要反殖民，要改革啦，要自治哦，种种的一挂因素伫咧，所以。有这款的环境条件符合时阵啊，民心就咧思变啊嘛，哦，即怨声载道嘛，所以就是人民的认同，啊、哦，然后，但是咧，要认同中间啊，有伊讲分六种层次的人啊，一个当然是当权者，伊反革命嘛，第二是中立的，哈、哦，伊无要选哪，无要选择嘛，第三。是有同情即革命者，同情但是无要参与嘛。第四是有要支持即个革命还是建国嘛。第五支持尔，交捐钱出一寡力，但是第五就是即要革命的信徒啦，哦，就是伊实际要参与遮的干部，还是讲遮的群众，那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同款哦。第六，就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啦。哦，啊，所以讲这个组成的分子中间，咱就看要安怎来做，哦。所以讲，照讲，这个要革命的一个社会，伊有左派，有右派，有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那是有当权者，在左派的这个革命，就是较。低下阶层诶，所以听讲即款诶，甲领导者有一寡落差嘛。啊，那如果右派诶革命吼，伊、哦、就是讲啊，你这暴政啊，我中产阶级啊，但是遮拢是较知识分子，所以甲领导者诶，即个默契较有吼，还、哦、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咧讲诶吼，即六个组成分子中间啊吼，咱来看领导者要。大音信徒的时阵啊，伊有分三种人，一个同是思想家，思想家来讲，伊提供这个理论，吼、哦，啊，互大家来讨论，也是有法度来演讲，有法度来宣传。第二就是要来做这行动的经营者，经营者就是哪，伊真敖去处理代志的，吼、哦，要安怎运筹帷幄，这個、经营者那就做生意安尼，吼、哦。中小企业头家同款，第三就是组织者啦，就讲要做这革命，做这建国，要安来组织，吼、哦，分层负责，哦，有啥物行动组啦，有策划组啦，啊、哦，有迄个先文宣部啦，啊，有一寡哦后勤，哦，啊，甲一寡内底资商组、法律等等个只，哦，所以这三个有可能是一个人。啊，但是也有可能因为爱分层合作，也有这三个种有三个 group， 也是讲其中两个 group， 所以有当时啊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拢有涵盖这三种的成分的领导人物啦，哦，啊，所以若有这款的完整的领导人物啊，你要来有这款的条件时吼，你就会用来做一个建国革命民主化的活动啊。所以讲，我昨日讲啊，台湾有需要建国无？当然有需要，因即摆是假的国家嘛。啊，所以即摆讲实在，人民去用剥削较严重嘛。啊，所以讲，但是咧，台湾人民长期去用洗脑，搁刷咧，惊讲去用恐吓，讲哦啊，有中国威胁哦，你若去改变现状，啊，就有可能造成啥物？甚至美国也无支持，这咱免啦。所以讲，这个有革命的建国的因子的时阵啊，那么你这个领导人甲遮的信徒还是支持者吼，你都爱用上简单的话语吼，尤其啦，你是左派的革命的时阵啊，你的领导人一般拢是有知识的嘛。因为伊有思想，会晓讲理论，啊，佫会晓计划，会晓策划，会晓组织，
但是你即个左派，就是讲你中下阶层的人较侪啊，就讲农民啦、工人啦，吼啊，一寡弱势啦，啊，因为生活派受不了，对现状不满，所以即种的组合较有可能成做革命啊，是建国。啊，若安尼是，你当然爱互因听有啊。你莫想蔡英文讲到教授安尼理论一大堆，哦，啊，拢听无看无，迄都无采工啊。所以咱用庶民语言，然后有一个理念，啊，甲一个理论，哦，啊，我昨个强调啊，你的理论啊，袂使讲甲真八股，讲甲华丽建国，讲甲什么台湾管理法，讲甲即个什么旧金山合约，我强调吼。毋是讲袂使讲华语，毋是讲袂使有国际化的依据，这是做一个佐证尔。但是你一定要接地气，人民要听有，人民要认同嘛。啊，认同就是啥？以前若绿营的人讲哦，我要自由啦，我要平等啦，我要哦，我要公平正义啦，无毋对啊。但即摆民进党已经变质啦，你讲即步的话吼，可能哦。你要搭一栋要来支持你，所以即摆有诶拢变做啥？拢去经济发展，啊无着国家诶利益，啊是某一个族群诶利益。所以你想反映个，伊嘛相当于算抗议活动嘛，算讲小型革命啊。但是伊没有正当性嘛，所以我讲，如果咱若要有即块民主化建国。先用这个定义，建立正常民主、有公平正义的国家，所以这就大家较会接受啦。啊，而且你革命中间，你的理念，人爱听以外，你做出来代志啊，你要做是啥物革命？当然，你就是要推翻现有的执政体制嘛，党国威权体制嘛。另外，你就是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啊！就是因为你不满即摆中国甲既得利益，你共剥削嘛，所以你得建立一个甲以前无共的，就较公平、较正义的，互大家互相正港民主参与的社会环境啊！哦，啊，这就是改变现状嘛。所以，蔡英文因不爱改变现状，就是要维持马英九那种的党国。加既得利益的体制啊，哦，所以你要搞清楚，想要串门关要维持现状，都、就是要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跟中国心态的党国利益、党国意识体制啦。啊，所以安尼就非常清楚啊。所以我讲，这本册内底吼写的，其实吼写的足侪，比如讲，哦，我讲到第二点就是讲。除了讲，互大家安心来参与以外，互人民听有来认同，刷咧爱阁互因安心啊。就讲，虽然是有改变现状，但是改变现状是在安全之下。所以我们这样强调讲，最主要影响台湾的，当然是中国甲美国啊。其实这几十年吼，世界在1970年以后，尤其这個。所谓冷战时代啊，都、就是共产集团这个民主世界嘛，对美国为首、甲苏联、中国为首的嘛。当然，美国也有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啦。但是尾仔就是德国，1989年、90年才开始围，89年12月才围墙、柏林围墙倒塌，才慢慢变迄个统一的吼。所以，为这天安门事变的前后，共产苏联解体以后啊，开始就变到苏联转移到中国，所以不外就是中国骗美国的一寡遮的财经政策，所以变做中国是世界，怎么煽风点火嘛？所以恐怖主义啦，哦，啊，甲遮战火啦，拢是后壁八成拢是中国。要包括伊朗遐后壁嘛是中国啊，
伊拉克迄个免讲啊，宾拉登嘛是啊，对无？迄是美国家己，到底是讲还是安尼？哦，嘛是咧甲伊耍还是啥？哦，上早就是越南战争嘛，迄个时代嘛，哦，所以即个内底嘛有交代过，吼、哦。但是我讲，即摆咱要安全，就是美国，咱来摆平它，嘛无法度已经摆平啊，就搞定它就好啦。比如讲，中国对你威胁，迄是必然的。但是老大哥还是要听美国。即摆美国川普，我讲啊，习近平即摆嘛，小可咧算川普啦。哦，啊，就是讲，啊，你了不起，搁互你连任一届好无？啊，我已经做万年的皇帝啊，所以习近平用等嘛，当然习近平用等啊。啊，即摆就看美国后手是毋是搁有中国啊、苏联介入。哦，啊，川普到底会连任未连任嘛？搁一年尔啊，啊，伊若有连任，上计搁四年啊。啊，四年中间，伊反正搁川普搁改变做法，迄嘛无一定啊。因为第二任甲第一任吼，咱台湾吼，永远都毋好讲家己的命运啊，拢放一个篮，寄托一个美国。所以咱嘛爱绑着日本啊，因为日本是美国上大的经济利益的所在啊，台湾也毋是足大的经济体啊。台湾是主要是第一岛链的安全性比日本较重要的啊。啊，无其实日本有法度帮美国搞定东北啊，所以日本相对比台湾较安全啊。所以咱都爱配合日本哦，日本台湾对日本来讲啊。是比美国较重要一个安全的保障，哦，因为伊的油啦、石油啦，甲即南太平洋命脉是经过台湾海峡嘛，所以咱来好甲日本哦结连，然后美国毋是讲无要拜托伊，咱会用甲伊用自由、人权、民主来甲打动因的人民的心，所以这也足重要。啊，拜花帕。法办啊，去哦，串门买收伊吼，啊，咱爱以后再成立一个本土政权的话，要重整法办。这郭正光就是串门的人，袂使伊啊。以前陈正义啦、黄庆忠这人，拢是得到咱信任的啊。哦，所以爱找对的人。啊，所以若安尼，有法度重建美国对台湾的本土派的支持，尤其有法度确保咱民主的阵营的话。咱用等到啥？等到咱人民的国家认同哦，趋于一致啊，美国可以信任说啊，安尼台湾差不多国家认同没有问题啊。啊，无美国即摆到底要听哪样？听你个？啊，听即摆这敢立个？哦，串门其实是中国把持掉的啊。哦，你若毋知，连讲我好好甲你讲啊。所以，咱就是爱往即个安全的路啊。所以讲，革命吼、哦、有一种是非暴力革命。即摆台湾表面上已经民主化，啊，咱就是啥？人讲啊，人讲就是顺理成章嘛好啊、哦，因势利导嘛好，也是讲吼、哦、将计就计嘛好啊、哦。啊，就是讲吼、哦、随着潮流，既然民主化，表面上民主化。咱就介民主来民主去，咱就介讲，你要维持民主哦。啊，阮甲你算民主袂要紧，阮嘛非暴力抗争，非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毋是要用炸弹，毋是要甲你军火，阮就是要甲你讲理啦。讲理就是啥？你看伊即本内底吼，嘛有写咧讲吼。台湾就是有威权集团甲既得利益，你来看是毋是甲咱讲迄两大政治乱象完全符合了？当然，另外伊讲哦，台湾长期去互洗脑，国民党诶洗脑，所以国家认同啊严重分歧啦。哦，虽然阿扁总统伊在买啊，尤其马英九亲中，互台湾认同度扑甲要六七十趴。结果即摆，佫有串门安尼，洗倒转去啊！
哦，世界要剩一半尔，所以这就是问题之一啦。所以我讲首要就是啥，即摆咱就是绿色的内底爱革命，革谁的命？革蔡英文的命。因为我讲蔡英文吼，伊威胁台湾本土的力量，尤其台湾永续生存的这个危险程度啊，比国民党更加大。哦。因为这个洗脑过啊，刷了过已经民主理念都完全打破啊，尤其啊，台湾要是上严重的哦，才勾结中国啊，联共驻台，到即阵愈来愈严重，包括蔡英文嘛咧联共驻台啦，因为啊，放好共匪第二支牌啊，咱的地标、咱的服务业，几乎拢全部拢变做。中中主义啊，甚至拢解放军的啊，什么101啦、台北之星啦、啊，哦，一个东森电视啦、啊，哦，什么虾皮啦、支付宝啦、淘宝网啦、嘉里大荣啦、哦，腾讯啦、爱奇艺啦，你看重要的青少年，也是讲台湾的，遮的等于讲娱乐方面的娱乐。食衣住行娱乐嘛，即摆真侪服务业的参食的嘛拢有伊哦，啊，里面的里长、寺庙、信仰，即嘛有中国渗透入来，啊，佫尤其电视、电台，啊，遮的系统台，佮遮的影视、游戏，啊，物流。电子商务，啊，所有的网购、物联网，几乎拢龙头，几乎拢中资的啦。你看有危险无？这对蔡英文呢，你得搞清楚呢。蔡英文是比马英九较可恶的人呢。啊，六啊八个吼，变到六啊八个里鬼吼，几乎差不多八九成拢变质的。啊，剩一两成，哦。真正较本土派，才阁毋敢出头咧，啊无啦，无我就你选啦，提名无你的份啦，所以这就是问题者吼、哦。所以讲，若有，咱就是要打破即个另类革命啊，即种是非暴力革命啊。所以要咱要建立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就是要瓦解即种的既得利益甲党国体制嘛。安尼就咧靠人民的力量嘛，所以即摆上有法度带头的是啥人？当然，咱头咧讲的，即国际局势，即个时空背景，都要有三个条件啊。一个是民心思变，一个就是魅力领导，一个就是那诉求认同嘛。啊，即摆。要瓦解遮，要让人民过得较幸福美满的一个永续生存的国家，当然爱让人民知影讲，要安来拆破国共民遮的领导人的真面目嘛。所以这本册内底嘛有一个哦，拆穿蓝衣帮遮的交接啦，哦。就是讲，这内底已经予大人知影讲哦，爱拆穿因的丑陋一面啊。所以阿雄写一本册叫《拆穿世界骗局》啊，救扁才能救台湾嘛。因为因家人就是陷害阿扁啊，所以因家咧吃香喝辣的，确保他们的党国利益啊。所以伊知影讲哦。甲阿扁啊，才代表正港本土一阵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阿扁啊，就是因为那像耶稣安尼去害着人的中国体制哦，啊，得反台独的中国，啊，佮遮的民进党遮的粪扫，啊，反倒阿扁啊，能力较好，啊，佮挡着人的财路啊。
所以咱就是甲即个阿扁也是安尼去用抹哦，是啊，民进党内底遮嘛，要讲阿扁也无做，因就是甲马英九勾结嘛，共同陷害阿扁嘛，然后甲这屎弹去互阿扁嘛，变做咱台湾人拢是贪污的，拢支持贪污的，所以互咱无法度站起嘛。所以咱啊，以子之矛攻子盾，甲这屎弹转去互伊嘛，拆破因的殖民梦嘛。咱会用足正式甲大家来分析啊，吼、哦、啊，所以讲即摆呐，互台湾人知影这殖民梦。当然，但是呢，咱即摆开始要来知影讲世界除了即三个基本因素以外，你爱有一寡配套的因素伫咧啊。你讲即几啊年啊，拉丁美洲嘛好，包括哦，1974年啊，即几年时，迄个埃奎诺夫人菲律宾啊，马可斯，那1984年迄款。哦，马可思嘛是因为安尼，哦，1970年孟加拉是因为伊去互巴基斯坦控制，但是伊要脱离印度岛甲巴基斯坦，等于无对等，所以印度去帮忙孟加拉，所以孟加拉才有法度独立吧。同款菲律宾就是当初埃奎诺迄个作弊的。是迄个马可思啊，所以受着天主教的教宗来声讨啊，啊，多美国甲介入，毋则叫马可思多亡去夏威夷，所以菲律宾毋则有法度开始民主化。共款啊，拉丁美洲因为美国的后裔，所以拉丁美洲要革命无遐简单啊，所以美国拢站在讲，你只要拿政权。亲美，我都甲你停啊！所以我讲，台湾嘛有即款情形啊。美国是毋是台湾的执政者对美国有利益，有听美国的话？但是吼，无毋对，即摆拿的这个吼，表面上拢亲中啊，但是因足大利益爱透过美国啊，所以嘛拢甲美国咧算，毋敢无听美国啊，啊无马英九早就全部出面。去中国啊嘛，所以就是美国咧卡了。啊，我讲蔡文比马英九较可怕，就是马英九伊是民进党内底，伊无法度去甲你洗脑啊。所以美国知影讲民进党要炒掉咧台湾啊，但是即摆蔡文是甲马英九共款的人啊，所以等于咧骗美国讲哇，阮嘛是咧支持美国啊，支持民主的。啊，结果咧，台湾人去互洗脑的啊，所以即摆变做讲，毋啊，无甲中国交往嘛袂要紧啊，问题是遮啦。所以，咱就是爱拆破伊殖民幕，找支持阿扁的人来，因为阿扁才正港，咱会用信任的一个领导人啊。虽然伊去互保外就医，去互蔡英文这帮人把持掉咧，但是咱是。用伊个精神做领袖啊，哦，因为伊个冤屈对代表人个冤屈嘛，因为伊去互马英九甲蔡英文即帮人陷害抹黑，都是互咱翻不了身嘛，互咱讲我啊，恁若真阿扁啊，恁就是哦支持贪污的哦，啊恁都无理由迄落，所以咱都爱甲即款呢。伊的冤情，我讲的迄几个案，拢是做假证，拢违反刑事法定罪、违反法官主义、违反诚实正义嘛。啊，这就是世界，咱无咱就找世界法庭，找美国派法官来遮共同来平反嘛。啊，你若毋敢，就表示你有鬼啊。所以咱用诉求真侪种的啦，这都证据充分啊。所以讲，咱即摆知影这个事，就有法度反攻回去啊。所以，咱非暴力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正常民主国家，有公平正义啊！你敢无有公平正义？所以讲，绿营尤其啊，遐本来绿营去互蔡文洗脑啊，尤其是南社啦，吼，甚至个一寡什么社四叶助威啊、金美玲啊，等等的啦，即以前拢是足有台湾心的，但是即摆竟然去互洗到变做阴处的，变做戆妈妈的啊！
所以咱咧先甲洗脑倒转来，毋是讲洗脑，反洗脑啊，反洗脑回去，吼、哦，就讲、是，咱若支持这人，才是正本土的，正够有公平正义的。若无支持公平正义，包括时代力量啊，无咧支持边啊，无咧支持公平正义啊，这拢莫甲我讲你是正本土的，包括激进错意啦，恁两去啊激进错意讲，恁是咧挺李登辉，还是咧挺蔡英文？啊，蔡英文的共产党的同路人。如果你若阁支持蔡英文的吼，也是甲当局交接的吼，你支持也不要玩的啦。台湾就要有一股力量啊，所以即摆咱咧开始吼，另类的非暴力革命吼，这本册我甲我研究的几乎拢很符合啊，所以我强调的，咱予庶民的语言，予因知影讲，这建立一个正常民主国家，这个建国是台湾爱行的路。因为中华民国是1970年就中华民人民共和国出台嘛，所以中华民国是骗吃拐干嘛，没有正当性的嘛，所以咱建立一个正常民主国家有正当性，然后咱要循序渐进的，咱无要讲啥物这什么修台修派啊，哦，咱用这款非暴力革命，尤其顺应民主国家表面上民主国家这个路，啊，互世界这，互咱台湾人知影讲哇。咱要做之前，爱知影讲到底是安怎，人别人成功到底安怎，咱失败，人个失败到底安怎？尤其台湾这几啊年安怎失败？哦，我已经举很多例子啊。拄开始大家就是乌合之众嘛，啊有诶就是国民党派足侪鸟，不要去民进党嘛，所以党外走到国民进党内底，又搁走回头路啊。所以即摆诶民进党就是当初。蒋经国派来的鸟鳖啊，全部一只咧翻盘嘛！你像柯信良、柯信迄个谢长廷、吼、哦、洪基昌啊、苏贞昌、罗文佳、左宗泰啊，这个陈明文、黄成国、洪耀福，种种个只，打一个是你的形象啊，包括单局。甚至串门本身，搭一个毋是第一国民党栽培，第二中国把持，也是讲中国奴才啊。第三，遮个新潮流拢中国流，甚至拢利益挂钩的，国会拢分赃。啊，这就足明个啦。即摆民进党已经是等于以前国民党的法，了不起是一个台湾的。你当初讲台湾国民党那样嘛，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嘛，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台联啊嘛。哦，无你想即摆台联真正是绿色的哦，无影啦，嘴讲到就绿色啦，结果伊嘛李登辉把持的，所以除非啦，伊真正要当啊正本土的，正有公平正义，迄才是正本土的。所以咱就甲遮的人纠正来讲，即摆。我强调吼，上尾啊，咱要安怎来做一个好的一个组织，要安怎来有一个好的部署，哦，足可惜的啦。刘崇义教授这本书写嘛未歹啦，虽然讲写较复杂一寡吼，但是我在底甲精髓甲切出来，甲我讲的几乎拢差不多很符合啦。其实讲啊，伊遮有领导人，吼、哦，有信徒。有遮个支持者，有遮个中立分子，甲反革命的啊，即威权的子集团既得利益的，伊拢分甲真详细。但是，遮最主要领导人哦，爱有北长啊，哦，因为遮人要爱思想家嘛好，哦啊经营家嘛好，组织家嘛好，伊有法度组甲一个团体。然后你甲主信徒、甲主持的群众中间啊，你爱没有距离啊，你爱因有可能发生想讲哦，以前我甲因是成立去啊，讲哦未使停笔啊啦，停笔也无效啦。我讲啊，现有有咧支持公民正义拢咧停笔的人啊，啊你要倒去找讲支持的群众啊，所以不接地气不行啊，得来听有啊。第二，他们民生息息相关啊，权益受损嘛，权益受损是吧？
阿扁，因为阿扁被迫害嘛，啊，所以咱就是要平反阿扁中间来争取人民认同嘛。所以我们才讲哦，救币才通救台湾的。啊，即摆方法已经有啊嘛，就是讲，咱要一个先整合哦，然后当一个等于是一个宣传家，还是讲一个实践家哦，咱变安怎组织起来，啊变安怎去世界讲哦。即摆台湾的危机一堆，即摆国民党、共产党、甲民进党都共款蓝绿红白一家亲啊，互台湾人了解哦。啊，当然拄开始一定有人哦，啊，我一定要支持什么人啊，一定要做什么哦，建国代志啦，华丽建国啦。我讲恁哦，如果你若去听人民，咱会去市面上座谈会。你的话，若人等一般人民听有诶时啊，啊，我就照你的话做。啊，若换咱的话听有时啊，你着照阮的话做。华丽建国只能当佐证啊，不能当饭吃啦，哦，啊，所以咱的无就讲，毋好遐计较。以前的民政府吼，哦，去互骗，哦，即摆换来讲华丽建国，无毋对，因拄开始林志升嘛讲华丽建国，但是讲到尾啊，讲到拢废去啊。啊！因即摆要过来取得领导地位，会敢丢？第一，阿翔以前8、9年前，人就叫我做什么参议员啊，什么管的州长啊。我讲，啊，你是咧自甘装死啊？你毋是当做哦，台湾是啥？日本人讲的，爱钱惊死啊，愿做官的。阮这就是要无私奉献的，所以阮袂爱做官，袂爱钱。所以对我无效，所以当初我甲民政府遮个人结斗，啊，即摆遮个人要过来领导啊，啊，敢对？毋对吧？遐两个就无智慧啊，哄骗，搁共骗，啊，即摆无先回系列，才要过来领导人，所以华丽建国吼，只能当佐证，当国际化依据尔，袂使做一个领导地位了。啊，所以我毋只讲即摆。咱遮个领导群嘛好，遮个干部嘛好，咱就是其中就是要求同存异啊。遮个人一定爱有一寡哦，会晓去协调，会晓去咨商吼、哦。有个人郁卒，你要哪互伊吼恢复到正常的心态，然后做毋到要哪赏罚分明，赏之中卖互伊受家笑，啊罚之中。卖互因讲啊，我啊无汤无料，阁互你发，迄毋是讲要甲发，就讲吼，你不要再领导一次啊几次，让他先了解忏悔哦，这要一个智商团体哦，啊然后爱互相体谅，其实讲诶，阮中央教会吼，我参加中央教会了后，才明白讲吼，谦卑。人民行公义，所以我今日会来行公义，就是无怨无悔啦。啊，我即摆讲话吼，比以前较会谦卑。哦，咱想讲以前读册足够诶，足聪明诶，结果是上帝之下吼，绝对袂使靠家己聪明，一定爱靠上帝话语中间去找找迄个智慧。啊，即摆就是我已经讲吼，我是啊，即几年。渐渐拢有即智慧，也是讲有一寡哦来研究讲，诶，啊，即革命、甲建国、甲建立民主化中间有三款的异同处。啊，咱要安怎讲？哦，啊，人若甲咱骂，啊，咱要安怎回应？哦，咱啊除了讲哦，善待咱的啊敌人的迄款的心境，哦，做慈悲没有敌人。毋是叫伊拢没有慈悲呢，迄是讲你的心境要慈悲，没有敌人，你才会冷静的回应啦。所以这是一个意境啦吼。所以我一中了教会吼，会读经中间啊，我学了袂少啦。所以我即摆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即个领导人、即个干部中间、即个不同的整合的团队中间，有各个不同的意见是啊，咱变来整合。咱要哪，互因讲，诶，
行对的路的人先行，行唔对路你嘛用行，但是行唔对路你都要调整，要互相体谅，然后设法让这个团体和谐。不管是碧莲会，还是小党，还是未来要整合这整个的社团，啊，所以这对一个进门的革命的学问啊，啊，这就是问题，要大家有这款好的方法来做整合起来。然后为着咱台湾的公平正义来行，所以既然即摆台湾放伫咱的头前，都是马英九、蔡英文、韩国瑜、郭台铭，即将摆在面前，包括柯文哲，即就是党国威权甲既得利益勾结下，由中国把持来整个。国家认同分歧，洗脑咱这青少年，中间咱变啊反洗脑回来，然后恢复咱永续的发展中间需要行的路，就是要赶快瓦解这个党国体制，加这个既得利益。那拆破的人民梦嘛，由平反别人开始。哦，如果大家有更好意见，我嘛希望。大家用提供，但是这个路最近就要准备要行，啊、哦，所以我明仔要开一个会，予大家知影讲，这个路要安怎行。尤其啊，即摆咱的四大的这个所谓革命因子啊，哦，很主席的革命因子啊，就是独派，爱区分为假独派、假独派，像姚嘉文这的台湾国家联盟哦。这就是假独派，这拢去予蔡英文买收的。南社也不是独派，南社嘛去予蔡英文买收的。当然，我毋是讲南社全部啦，南社的社长就是啊啦，翁章敏吼，我也记得啊。当然啦、啊，包括遮个绿色的媒体，包括网络，包括太平洋遮、太平花遮的领导人物啊，哦，什么激进啊、时代力量啊。绿色党遮，遮拢爱小可甲因厘清一下。恁若无真正公平正义啊，恁莫来搞讲恁是一个利益团体啦，吼、哦。所以即次也咱来回去反攻回去，啊、哦，彭文正遮开始在做。所以咱最主要，除了这四大因子，咱来回去收回来以后，包括农民要怎么样下乡。跟他们说清楚，阿扁啊，当初安那咧照顾你，咱未来就是要支持这帮人，未使阁支持即摆现主席洪丽南摆迄民进党、甲国民党、甲遮垃圾党，哦，另外遮个工人、遮一立一休、甲遮劳工制度，咱要安那好甲遮工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的团体，即摆有中油遮个工会的干部哦。准备要来合作咱，啊！啊，这青少年学生，咱就讲台湾的未来寄托于在地经济，甲美国、日本的接壤，所以这拢是咱未来要做的啦，吼！所以今日甲大家好好来说明这个代志吼。连讲我看较详细，搁甲精髓吼，写一篇文章，甲大家来做探讨。当然，我顶讲写的这《台湾建国论》吼，已经都差不多这本的精髓啦，哦。主要是讲中间有一几点吼，搁甲修正一下，等于讲吼，按照需要建国，需求性、必须性、急迫性是多一，阻力是多一，列出来，然后把国际的因素吼，成功、失败的因素，这就这么趋吉避凶吼，然后拿破仑捌讲一句话嘛，汲取失败的教训哦，哎。没有汲取失败的教训啊，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啊！哦，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啊。第三就是，咱要做一个有效的方法和步骤，即摆已经开始哦，在进行啊。我想，因为碧莲会吼拖伤久去啦，这碧莲会内底干部吼较无这种组织性的人物啊，足可惜的吼、哦。所以我开始南部准备哦，明仔要开会啊。啊，当然啦、啊，
这不一定讲要甲搭一个庄落来，最主要是讲哦，主要开始互因认捌讲台湾哦，要建立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哦，即摆就爱开始啊，无就想换吼，尤其是2020年的即届选举啊，赖清德若无要出来，去互锁去，也是讲去互做掉，伊阁毋敢出来，咱就看要找李秀莲、尤熙坤、彭文正等等的，咱一定爱找，绝对本土派一个人。然后进行这个活动，哈，进行这个运动，哦，今天跟他讲到这，哈。